会不会造成你的一些分裂跟冲突？团结是在于大家都必须共同为一个目标理想而努力。刚刚静怡已经说明，其实非常的希望任何一位愿意为台东奉献时间心力的党内同志，大家一起出来，来为了共同一个理想目标来为台东奉献。今天庆宁在主持台东县发展绿能合作经济论坛，这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议题，也就是台东在经济发展之后，下一个推动台东发展的经济动能会是什么。那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好朋友在这里，我们都非常乐意看到任何一位愿意为台东付出、愿意为台东贡献心力的所有党内同志一同来参与选举。